这个打开，首先下面有一个开关，这个开关打开，这个就可以翻开。然后，如果这有这个桌子有三个功能，一个是餐桌、书桌、游戏桌。这个箭头是让小朋友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转，哪个方向开始转，然后就这样打开。然后椅子里面是游戏跟餐盘，然后使用完之后把它收到那里这里面。好，现在小朋友开始操作。好，你要打开，这个是餐盘，然后从里面拿出餐盘。就可以吃饭，然后使用完之后放回椅子里面。增加幼儿的创造力，白板可以当书架使用，让小朋友写功课。使用完就把它收起来。三个游戏，一个是七巧板、大富翁跟跳棋，然后你要玩七巧板，就把东西拿出来，再移动一下。收纳的时候需要大的空间，然后下面这个扣环把主角固定。